people are standing because it's generally safer after a large earthquake. 緊急地震速報が出ました。宮城県、岩手県、福島県、秋田県、山形県に緊急地震速報です。また今東京渋谷のスタジオも揺れを感じています。東京渋谷のスタジオも揺れています。強い揺れを観測した地域の皆さんにお伝えします。落ち着いて行動してください。揺れが収まってから火の始末をしてください。2011年3月11日下午2:46发生于日本东北海外海地区的九级大地震。地震造成至少15,875人死亡，2,725人失踪，伤者26,992人。此次地震是日本观测记录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，引起的海啸也是最为严重的。加上其引发的火灾和核废料泄漏事件，导致大规模机能瘫痪以及经济活动停止，东北地方部分城市更遭受毁灭性的破坏。但是假如地震没有发生在日本而是台湾呢？同样身在环太平洋地震带上面的国家，我们对于地震预测又有多少的了解呢？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就要去问中央气象局。事实上，在311大地震发生后短短的11天之内，中央气象局便召开了记者会。记者会中，中央气象局大略介绍了台湾地震预测的技术水平大约到了哪里，但是至于架设的问题，只要丢给中央研究院。但是讲了那么多的地震预测，这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？让国家地震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林佩阳来解说一下吧。那我现在做个简单的示范，如果这边有个地震，四级地震啊，这边就发出警报，可以侦测地震先到的P波，好，然后用这P波去分析说，等一下会来的破坏性的 S 波会有多大，最慢大概7-8秒。啊，最快的话20-30秒。嗯，听起来不错哎。那么架设这套系统要多少钱呢？其实不多不少，大约8亿元而已哦。为什么会说8亿是而已呢？相较之下呢，台湾为了救助311大地震，就捐了62亿哦。既然这样子，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架设地震预警系统呢？李佩昂，地震震央通常在外海嘛。那传到内陆的时候大概有200公里，可以换算出大概60秒的时间，所以他们的时间都比较长。那台湾的话，因为我们的地震会有灾害都在岛内，所以离震央的距离都很短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在台湾架设地震预警系统比较困难的意思啊。再加上地方基础建设的不足，近年来的防灾预算几乎都花在治水上面了，大概600亿。总之讲了那么多，就是希望在有生之年的时候可以看到台湾建立起地震预警系统。你想想这样有多酷啊，你就会在上课的时候突然收到一封简讯，然后你接下来就会被震死哦，真是帅爆了。最后呢，就是希望中华民国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更加强劲的死亡之国。